一杯走味的咖啡，来哦，咱来去 coffee shop 啉一杯咖啡啦。谈好来遐讲天讲地，讲好遐讲饭嘞，顺便嘛会使练一下消化。这已经是咱台湾真平常的代志，无人会感觉什么奇怪、甲无舒适的所在啦。毋过，去到他国外乡，偏偏就会有代志。今年咱总统出国啉咖啡，嘛会有问题。敢讲咱连啉咖啡的自由嘛无啊？这是真歹，互人理解的一种现象。尤其是爱啉咖啡的外国朋友，因一定会怀疑讲：什么？啉咖啡也会有代志哦？大伫台湾的国民，那像新布阿丹，定定互人凌迟。亲像是下到第四件共款，有话拢无地头。另外，听讲一间连锁的咖啡店需要中国打压兼驾驶，徛空讲伊予总统买咖啡的支持行为，绝对要自我检讨。伊伫中国的股市介绍嘛，就安尼一直落价，错过已经了几啊十亿的资产，也就是讲，即杯咖啡竟然价值数十亿哦！话阁讲倒转来，咱嘛是全世界上界奇怪甲阿 Q 的国度，明明知影对方是无优先，阁想要甲咱拆家落魄的国家，偏偏一寡生意人爱钱、冲业绩，拢毋惊有性命风险，平常时若无代志就好。万一真正两国交战，我看毋是大量的金钱损失了了，台商若全部拢互敌国威胁变做人质，这敢毋是咱台湾上大的国家安全问题？大家敢拢当作永远袂发生？一杯咖啡，显明国家的危机。毋管咱国家偌尔软弱，阁有善意，想要维持现状，无要制造麻烦。偏偏德国流氓就是流氓，伊绝对袂变做黑笔来充满善意。咱爱较有志气，赶紧做改变，才是正办。生意人爱有分担风险的概念。全世界遐尼啊大，毋通甲鸡卵全部锁伫菜篮内底来讨生活，无死狗恐惊，毋若血本无归，真有可能会人间消失，无命，搁兼尸骨无存哦。但咱上应该爱做的，是恢复国家文化的根基，譬如讲司法转型正义的彻底改革。要安怎让有问题的司法人员渐渐高摸坐正去？过来是各族群语言的转型正义，要安怎让国家语言发展法在下会期顺利通过了，真正落实甲实行？毋通现阶段有能力做煞无做，等到坐大位的人落任，万一阁拄着换党执政？颠倒乎现处事无乎解决掉的司法败类来设计迫害。十年前的台湾，就捌发生落林者伫大众媒体面头前被羞辱的代志。希望咱所烦恼的一切，拢会清平如意，绝对袂来实现。无，我就用清平调来讨调吟唱，兼互相勉励啦。一杯走味的咖啡，台湾好人来领地，一念之差，戆啊谦卑，众人干家后悔的，独怆不思。民啊为本，立志和平人人尊，建国世界，国啊子孙，国泰民
安尼平顺。